这版本赛季皮肤是李元芳的。李元芳的赛季皮肤有特效，有外观，但感觉有点丑啊。长啊，怎么长这样？能、啊？怎么长这个鸟样？受不了！长得怎么这么憨啊！我靠，真的就给人一种小学生的感觉了。这皮肤真的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好，你给你们评价吧，我就不评价了。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不好看。我的评价是换了个特效的半身皮，说实话手感跟半身皮没区别，就变了个色，半身皮没特效，它有特效。你要是有其他皮肤就别用这皮肤，没其他皮肤买个逐浪之夏也比这皮肤手感好，当然免费送的，看自己爱好就好了，反正不要钱。我不喜欢这种原皮的手感，太生硬了，怪怪的。司马懿灭霸呀，六个宝石要打响指了，哥们。还是个主玩司马懿的，心态不太好，躲住黑暗。